给我拿两个劲酒。200。多少钱？200。不是你逗我玩儿？你以为我不喝酒吗？劲酒16块钱一瓶，咋能100块钱一瓶呢？进口的。啥？进口的。进口的。嗯。中国劲酒写的清清楚楚，一点外国字都没有。你告诉我，你是进口的？进口的。啊，这个进口啊。嗯。行，那你给我吧。200，一会儿我转给你啊。嗯。妈，吓我一跳，干啥呢？姐，你给我来一瓶进口的。没有了，2瓶刚他买走了。那谁，哥们，你匀我一瓶呢？你想要啊？啊。200一瓶。一瓶200，嗯，要不那拉倒吧，不要了。要不说还是你会做生意，我卖你100，你卖他200。我就赌他200块钱，他不可能买。那咋的？他要进口的，你还真给他？进口的这一般人喝不了，劲儿大，就我能喝。